一代指挥官彭雨辰报告，表演开始。表演三。
报告，表演完毕，预备。再次以热烈的掌声，谢谢新兴高中带来如此精彩的表演，不愧是曾荣获国防部一队竞赛冠军的单位啊！精彩的程度难以言喻，只能用掌声与尖笑声来表达主持人内心的惊异了。而今天呢，有许多的嘉宾朋友们到达现场来与我们共同来支持国防，所以说呢，请大家一定务。